畅谈得非常的愉快。谁来 Talk 馆？蔡其昌受馆长之邀，畅聊台中市政，决心洗刷庆记之都、球棒之都污名。市长，你没有展现出对治安治理的态度，你治安汇报都找别人开，你说台中治安怎么可能会好？如果我来当首长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，我先把基层的同仁问看看，基层同仁，你要我起定，我给你做啥？你双倍不搞嘛？马进，电击枪。我随想拨款，拨款啊，无告募资，我来募掉。不止治安，蔡其昌心中有规划，要改革。谈到社会住宅，年轻人安居乐业，台中更加宜居。是，啊、我认为讲台中市哦，我家己心中的目标，台中市应该有5万户的社宅，所以我就讲说，我第一任我目标最少先8000呢。居住的空间有了，空气要更好。蔡其昌也有规划，提出2035中火无煤，盖天然气机组盖好。就关最老的煤气的机组，所以盖气对盖气关煤，盖气关煤。到了2035年，就是如果现在算13年以后，中火不可以再烧一块煤炭，这个叫以气换煤的能源政策。是蔡其昌提愿景，合体馆长陈之翰透过访谈道出对台中的擘画，重返光荣，台中人更骄傲。三立新闻台中报道。